今天录视频多大好看，真是。你说我走了啊？咋的？回家了。嗯？回家了。你晚上不上班？上班。那回家。我都跟我妈办好证了都。你咋不吃这个？什么？这屋吃饭真亮堂。你说完这句话，我心里想的就是，想的啥？想的就是在这吃。这是我做的啊，你没发着。这是俺做的，我给你看看爸娘做的啊。你给姚凡吧。那谁、啊？这个是圆圆做的。这是圆圆做的啊。他该说了，圆圆回来了。昨天就问我了，昨天非要接我的，我说我在通辽的，你来吧。老早有的，现在早就回来了。你妈你俩去长春啊？我妈把我送的那，然后他们开车回来的，然后又去接的我。你从来不吃这玩意儿。我刚吃，你妈想吐了。吃臭豆腐。这不是臭豆腐。我说吃臭豆腐吗？啊，没有肉。我爸家吃了都放到院去，就是湿湿的拿回来。我妈让我学个形象设计的，家没整，然后就是整一个大型的，一二三楼那种，反正不有热点投资吗？我要上那个课。几号去？吃着呢。